冬天到了，天气开始冷了，要下雪了。就是说，在屋里吃点火锅儿。冬天都是搞气的哈。是的，我们现在暖气不是。哎呦，对的。加个机会。嗯。大家吃吃吃，使劲造。东北人说的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对。哈哈哈哈哈。不仅吃，不仅吃，不仅吃，不仅，把它吃完。